来到熟悉的印尼吧，因为这边有很多支持我们的朋友。那今天状态感觉还不错，然后就是有在自己的掌控中，然后教练教我们打的战术，我们都有发挥出来。他们有左右手嘛？那左右手有可能就是有先就是配合上默契上的破解方法。那教练有跟我们说，就是尽量打的时候要怎么避免，就是左右手的好比较好发挥的状态。因为是我们新年2020的第二场，那我们上一个比赛可能第一场就输，所以我们的首胜还没拿到。那这一场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就是发挥出来，对，然后准备做主，对，然后我们很开心拿到了新年的第一胜，对。